不管是10年，还是20年，我一定抓到凶手。怎么了？今天是5月初三，大哥，羞辱我可以，辱骂我可以，挑衅我可以，但是敢对我大哥不敬。 你是谁？看你不顺眼的人，想知道你大哥王平的死亡真相，让银谷王今晚去宋家。希望宋家不是为了炒股，故意说出真相，否则生气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看他不顺眼，就这么简单。你，在我眼里，根本。 你的确该被教训。你惹怒我了。